睡美，但是不要经常在做白日梦了。好，我们来欣赏一下我们的二丁。我们的梦想从现在开始旅行，不怕辛苦，不怕放弃。我们正值拥有好多梦想的年纪，未来的一切都是从梦想开始。希望未来我们二丁的各位都可以朝着自己的梦想勇往直前。所以选了这首歌《大梦想家》，让我们掌声欢迎他们。Thank you.
别出了天窗，一次一次想穿梭旧时光。